就是 very close， 我们 face to face 这样交谈，所以有这个机会认识他们。有一些是我20多年前的朋友，像妹。这个我们那个天马威电子公司啊，在88年来美国的时候，第一站就考察他们公司。我也没想到是他们的公司，是以为是老外的公司。看完所有他的东西以外，我说哎呀，这个公司真的很细。他每一个这个走路的这个地方啊，什么都很细。我说哎呀，这个美国人管理真好。结果出来以后，他说现在让你们见老板。一看 David 跟 May 的公司让我很 surprise， 因为他们做那个电那个线路板，好像是柔线线路板很成功，当时都很多很大的公司。那我们天马当时就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跟他们合作成，但是后来知道呢，我们天马公司在中国发展也很快。这次我到上海也是 very impressed， 他们已经现在有大概有成都啊上海啊还有上海上广电也收购了，所以跟你们那个苏州的那个应该是会有很多合作机会。Anyway， 所以我今天来呢，就是很感谢大家。那佳佳老师，我试试唱，我行不行？如果不行，我能不能停住？中间就停住。